六家刘力扬，大家好。两位来这个都有专辑要跟大家讲，不过这个佑嘉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好，这个是重返迷宫的影音的版本，影音珍藏版。对，然后里面也有神秘嘉宾的，所以就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对，那个有看的吗？它里面主要就是多了一个就是重返迷宫的 DVD， 就是它有演唱会的精彩回顾，是因为我们没有要发演唱会的周边的，对，演唱会的那个 DVD 放在里面，还有就是他的幕后花絮，还有就是讲的一些话，三场演唱会不一样。哦，每演唱会的精华，哦，还有所有的 MV， 但重点是你在专辑里也有跟这个刘力扬合唱一首歌，对不对？一个 bonus 叫《传说》，传说。哦，所以我们6月7号呢，就是7月6号下午1点半在元气馆。6月7号，你有必要讲吗？不要讲，已经过了，大家请上网去搜寻。7月6号1点半，一点半，对，还有7点半还有一场是吧？那个是1点半，我们在台北的元气馆，7点在中友百货台中，然后所以力扬来当嘉宾，来，只要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超女刘力扬了，好不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台湾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刘力扬，然后我也是，现在作为佑嘉的师妹，然后发了最新的专辑《我就是这样》。嗯哼，可是力扬其实对台湾算蛮熟悉的，因为之前有来过台湾嘛，对不对？第三次，第三次了，之前是来台湾来录音啊，还有拍。MV 哦，所以你对台湾的印象如何？印象就很多好吃的东西。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昨天跟 JR 一起去那个士林夜市，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私底下吗？对，忘记。哎，你说哇，这么大胆，你可以直接讲出来啊？不是，是出外景。对啊，大家请锁定这礼拜天的玩语榜中榜，我们一起出外景。哦，要讲清楚，我想说哇，这么快啊，JR 高手。你刚才那怪眼神看我说，我自己也流汗了一下，很奇怪。对，是因为出外景。那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我觉得鸡排很好吃。哦，鸡排，真的，咸酥鸡好像在北京有，也有。对，我们叫那个盐酥鸡。盐酥鸡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啊。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是应该念盐酥鸡啊。真的吗？对，可是会有两个写法，有人写盐酥鸡，有写咸酥鸡的都有。对，所以昨天也已经送了那个 JR CD， 这次仁甫哥，谢谢，多多支持。哎，可是我们刚聊了你来台湾的感觉啊，那专辑要不要跟大家好好的来推荐一下？这是要带给所有的这个朋友们什么样的音乐？除了主打歌《我就是这样》还有《眼泪笑》两首歌之外呢，然后有也有方文山老师帮我写词的《一句一伤》啊，然后还有其中《一句一伤》，一句一伤，对，然后其中还有一首歌比较特别，就叫做《靠不靠谱》。靠不靠谱就是北京话。哎，真的耶！对，靠不靠得住的意思。哦，靠不靠谱？这个人讲话不靠谱。对，就是代表这人讲话不可以相信，对，对不对？不可靠的意思。对，刘力扬的歌声是非常靠谱的。谢谢这样，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对啊，也很帅，就很靠谱，对，很靠谱，我们都是靠谱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呢，就可以知道到底呢两位的合作什么样的感觉。另外可以听一下到底这个刘力扬他的声音以及他的这个音乐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再讲一下你们的活动是在什么时候？7月6号1点半在台北的统一元气馆，晚上7点在台中的中友百货。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个佑嘉的影音珍藏版，非常非常好听。还有刘力扬，他跟佑嘉有合唱首歌叫《传说》，然后刘力扬专辑《我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而且刘力扬这次给大家也是超值珍藏啊，里面呢也有这个 DVD 的部分，哇，里面还有很多的 MV， 还有花絮，一次送给大家，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当然今天也谢谢林宥嘉以及刘力扬，谢谢你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完全娱乐，明天见，拜拜。